这人名声是很巧的，伊搁知影人讲，敢若阮三个人才知影秘密。伊是伫咧拄只，拢足烦恼的。我足烦恼你无看到新闻，足烦恼你无听清楚我想要表达的意思。你讲到遐尔清楚，我哪有可能听袂出来？我收到消息就奇怪啊。我刚刚知影上好爱食红豆面包，我唔知影讲伊阁有爱食啥物其他的。我无照我家己爱食去买啊，想袂到阁有合你的口味呢，是啊，这位。恁根本就参与是无啊囝。今麦唯一插播一条上新的消息，近年真出名的连庭分割手术成功的姐姐高仁美，因为咱朋友赵尚豪拍摄到这件的案件，予警方重查。今麦警方唔忙，这个高仁美出来向赵尚豪温情喊话，希望伊会当赶紧出来到案。再来就看本台的连续报道。尚豪，我唔知影你人到底伫咧倒位，啊，不过我拜托你伫咧边按无代志，好不好？你敢袂记？咱头一届做伙点蜡烛，是烛光晚餐，所以你欠我一顿浪漫的晚餐。还佫有头一届送花，唔是玫瑰花，佫是我送你的，所以你欠我一束花，佫较有人想起的。是你头一次跪在我的面头前，既然不是求婚，是后悔，所以你欠我一个未来。我只是希望你会当赶紧出现，咱两个人上惊的危险，就是无法度好好讲再见。所以不管安怎，咱拢爱伫个上好的所在好好道别。尚豪，你有听到无？我拜托你一定要平安出现，好不好？下跪，守候现在。咱拢爱伫个上好的所在，好好道别。尚豪，你有听到无？我拜托你一定要平安出现，好不好？原来警方就是要叫仁美出面喊话，才会让尚豪到案。是说杨勇说到那个地方，什么意思啊？你的养父养母因都是因为爱你，才会收养你，也是因为爱你、疼你，才会买生日蛋糕。你的心会这么疼，也是因为爱。那个时阵，你只是一个囡仔，你不知道安怎好好啊讲再见，迄种讲不出嘴的疼，都变作你心内的结。原来。仁美是要跟尚豪约在遐见面哦，这仁美真是足巧的，伊搁知影人讲，敢若阮三个人才知影秘密。奇怪，咱拢无看尚豪的人，我伫新闻顶看甲讲，伫个这个时间来遮，才有看到无？仁美，仁美，我伫遮啦，仁美。穿在这里冷，一定等足久的，对无？才这么寒，搁落雨，你搁穿这么少？中华，你哪会遐尼啊戆啦？离开厝内底遐尼啊久，你爸爸妈妈一定足烦恼的，应该趁这个机会转去啊！你搁叫我离中华，你才离中白啊！
大家拢讲同款的话，真正有够啰嗦的。而且伫咧替你洗清碗碗之前，我哪有可能放你一个人，我家己先倒？今晚安尼，予你抱掉的，我的心才有较实在的感觉。其实伫咧拄只，我拢足烦恼的。我足烦恼你无看到新闻，足烦恼你无听清楚我想要表达的意思。你讲到遐尔清楚，我哪有可能听不出来？我收到消息就奇怪啊。话讲倒转来，你哪会当放我一个人，家己去面对这么危险的代志？你要面对的人是张家良，还有萧天雷呢。你若是发生什么代志，我一个人是要安怎？是的啦。啊，不过我唔想叫彩西去支援。你搁敢讲？若不是彩西甲我讲，我唔就爱一个人戆戆伫个民宿等。你的烦恼，汤包我嘛会烦恼啊。这款代志唔是应该作为计划，作为行动。顶个你为着我去受到伤害，所以我才会……我无想要听你解释。这条手链意义有多大，也比不过你在我的身边。这我挂起。是不是警察发现就到这来啊？我现在赶紧消停，你留在家。歹势啦，阮永爸永母的厝，足侪年无人住。勿紧啊，啊这家务的家具，拢我家己的。我刚才你有收到旧厝，若无我阁烦恼讲天气遮冷，你是要去倒？虽然讲即摆遮停电阁停水，啊，毋过还是会当阁整理一下。对啊，啊无咱再看看嘞，吼。好。多谢呢，你唔难看阮，搁早遐尔啊侪物件，何况咱按阮伫遮过生活。你那个人没说着啥物才对，那不是伫个新闻传递讯息，我嘛无法度去看到你，那就算讲买够侪物件嘛无效。多谢。来。看你两个感情真好，我想就对你好起来。
我嘛有啊。我无法度表达我心内底的感谢，干来当用老人代替。对上豪来讲哦，这老人是上高级的好料，伊平时是唔敢分到别人诶，啊，不过伊的家姐哦，分互伊上重视。虽然讲外口足寒诶，啊，这厝内底也无够温暖，啊，不过我的心是足温暖的，因为我上重视两个人来陪我食饭。老邓，你不介意食卤卵？我嘛爱食卤卵啊，啊，不过嘛甲你同款，想要甲我介意的物件，留我想要紧的人吃。你加吃一寡，我这边还看到你加瘦足济呢。嗯，好吃，这卤卵呐，这还好吃。老邓，你足厉害呢。你买的物件哦，拢是上好伊上爱食的，也够迄红豆面包嘛是。我刚刚知影上好爱食红豆面包，嘛唔知影讲伊够有爱食啥物其他的，我有照我家己爱食去买啊。想袂到够有下你的口味呢，是来这话呢。恁根本就参详是无要紧。彭董啊，莫想伤多啊，啊人美讲话较紧，无迄个意思啊。我哪有可能甲彭董的后生比啦，对不？龙蛋，是嘞，啊，别紧啊，啊，可能我真正给上好当做家己的后生啊，一阵阿公伊咧走路，心肝头嘛就艰苦的，啊，看人美伫新闻讲遐话，我就想讲，不管安怎拢爱来看一下，就算讲无法度看到伊，也别紧啊，啊，即马看迄两个。较好，安尼我就放心啦。我甲人们嘛是为人心，才知影讲本档你甲王总的代志。伊即马改登记原本的名，叫黄冠中。啊，毋过我一路。我先去看的代志，我嘛无可能叫你卖艰苦。是讲，其实我就很生意龙的，就算讲已经无伫啊，伊妈妈也是安尼思念伊，安尼爱伊。我相信，意龙那是伫另外一个世界，一定能感受到龙当对伊爱。是啊，龙当一定是安尼。多谢你。啊，听恁来讲哦，我即马心情好正济啊啦，云姐。唔知为虾米，看饭当遐尔艰苦，我嘛感觉心酸酸的，想要哭。